嘴巴吐气，再一次吸气，吐气，再次吸气，吐气，吐，放轻松 ，OK， 放轻松，手掌自然轻松垂下。手掌觉得胀胀滑滑，气在跑，现在身体开始微微累动，往后退，你的脊椎要注意，会受到伤害，颈椎有一点伤害到，现在调整颈椎跟脊椎，换轻松，讲话没关系，因为是你的气在动你的气。Yeah.